我这个特别可爱。对，哎，说实话，我觉得你真是有备而来，是一个有心的人啊，小哪吒。但是我觉得一般这样的人呢，他都会有一些要求。哪吒是不是有什么烦恼要跟我们倾诉啊？周学老师这个说的对了，我把龙王三太子抽了筋打死了，现在龙族见了我就想打我，我爸也知道了，让我重新历练，重新经历人生，就让我找阎王爷那块投胎。临投胎之前我还想咋整，我得投个富二代，最起码也得是个高穷帅，这不去的时候走错门了，也不高也不帅，就剩下穷了，那裤子都穿不上了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挺可爱的呀，是不是？对。但是我们特好奇，你多大了呀？我，你们猜一下我多大吧？八岁，九岁。这身高十来岁。还有说40岁的。我今年我22岁了，我是一个大老爷们儿。成年人，但是这个身高确实这看不出来是吧？就长得不像是吧？你多高呢？我1.37米。1.37米。对，我现在就是每年都还在长。哦，还在长是吧？我10几岁的时候才1.2米，也就这么高。哪吒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不应该说我是天蓬，对，你要说我是天仙。太上老君的话，我还能给你练点仙丹，吃了以后能长个。